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多娃，今日带大家去屋苑，是大埔的新丰花园第四期。新丰花园邻近大埔墟火车站，屋苑有穿梭巴士接驳至大埔墟火车站到屋苑。第四期名为御丰豪园，会所设有室内泳池，是唯一一期有室内泳池的会所。单位落地玻璃窗设计，采光度极高。单位的客厅是 L 型设计，摆位灵活，客饭厅分明。窗外望出去是绿油油的山景，同埋望到屋苑的泳池同埋会所。主人套房面积够晒宽敞，除了可以做到三边落床之外，还可以做到一系列的衣柜。主人房入面的套厕设施齐备，做了企缸设计。两间小的睡房可以摆到双隔床、衣柜、书台，一啲难度都冇。房入面的玻璃窗比例较大，采光度十足，好开扬，好光猛。除咗三间房之外，仲有一个有窗的多用途房，可以用作为工人房。厨房的空间好大，可以做到 U 型的厨柜，用尽每一寸空间。客厕方面一样设备完善，保存得好新净，企缸设计嘅。睇完影片，如果大家对单位、屋苑或者大埔区楼盘有兴趣嘅话，欢迎攞翻我，多谢各位。